有人问，新款奥迪 A6 可以买吗？当然可以买，因为它的入门门槛比宝马5系和奔驰 E 级低很多。把奥迪 A6 停放在宝马5系旁边，气场绝对不会输的。咱们今天来看看奥迪 A6L 的2023款40 TFSI 豪华智雅型，现在多少可以落地。外观方面，整体造型越来越像新款奥迪 A8， 给人的感觉非常沉稳大气。5米038的车长，1米886的车宽，1米475的车高，3米024的轴距，定位于中大型豪华轿车。来到车内，质感比现款车型明显提升，延续上一代的三连屏设计，12.3英寸虚拟座舱，10.1英寸中控屏，下方是8.6英寸空调控制屏，配备了空气检测增强版，后排座椅加宽加长，乘坐更加舒适。配置方面，像无钥匙进入、定速巡航、倒车影像、自动驻车、主动刹车、前方碰撞预警等都是配有的。动力方面，该版本搭载 2.0T 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，发动机最大马力为190匹，峰值扭矩为320牛米，它的 WLTC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7.11升。目前像40 TFSI 豪华智雅型在部分地区落地已经在35个左右了，当然啊，由于各地行情是有差异的，左下角链接了解当地最新行情。如果你预算有限，同时还想买一台有点排场的豪华车，那么奥迪 A6 还是很适合你的。